Danny 爸爸买什么？开山刀。亚米拿了什么东西？我觉得那好像死神拿的东西哦。亚米这个是锄头，锅以前那个矿山在采矿的时候有没有用这个去开山？滚，有没有啊？了解吗？好，接下来就是开山刀跟锄头的对决。大白有机一个才149，六福村。哎，结果呢？我们马上又买了大锤子、铁锤跟流星锤，还有粉红色的可爱麦克风。耶、yeah! ！你们打不过我的。这边大乱斗啦！开山刀回旋。快逃！